嘉哥回来。知道吗？今天要回去，没错。然后我今天才见他们。你太忙了，大忙人。你那种真的太漂亮了。对啊，家好大、啊。真的。没有，请坐，请坐。他脸在发光哎，大家。我，然后脸又超小，完全忘记他本人有这么漂亮。镜子真的好大哦。真的。他真的在有事。有事。真的很漂亮。在检查我的毛孔吗？你这个脸超小，然后熊。然后熊。美貌，还送礼，太好了吧！蜡笔小新，这是什么？里面有 QQ 球的蜡笔小新，好可爱，好可爱。那盲盒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来开一下来，为了你们来特别点蜡烛，我家已经一个月没点了，真的，就不会有那心情想要点。来，大家来看看是什么？是新珍珠，哇，是新珍珠，好准哦！而且它有Hello Kitty耶，哇，超可爱。哇，很可爱！给大家看一下，超可爱的，来，露屁屁，就是屁屁，露屁屁才可爱。新成员，那个是那个猎人里面的，我知道，那个库洛洛。对啊，你可以把它攀在那个香灯笼上，特别可爱。好可爱哟、我会疯掉！耶、不是我买的，QQ 球巧克力 QQ 球，加。Okay. 他很喜欢刷水槽。对。哇、wow, ，This is pro 。然后你这个，很可爱。这个是个充电器、啊，你看他买给我的。妹妹，你心里黑蜡笔小新。我那。天气真好。阿鲁，后面的同学们，嗨，看得到吗？我其实根本不知道。酸吗？我觉得可以。吃一口柠檬，拜托，真的很好吃。整口直接把它。我觉得我好荣幸，我可以帮你们打拍。因为他刚刚他在那边旁边吃小小口，我刚刚很不好意思，所以我第一口也咬一小口。没有没有，我们是两个一起。我一口就塞一个。没有关系啦，不好意思。哦，好来。我们现在来到 Dunkin' Coffee 看起来蛮不错，温暖。你看我们
超红，超热，超爽的。这个离我家才走路大概3到5分钟。吃吃吃，好多啊！三个人吃。欸、你们穿这个黄色衣服在吃这个，在汗蒸，很像吃那个节目，你知道旅游节目。超级爽，我真是第一次体验，真的太爽了。我遇到你在跟 Justin 讲说我要跑，但是就没有着急。他离你家很近，离你家这么近，对啊。我以后自己要给常常来，你要买个会员会越一点。各位，这地方真的太韩国了，我看那么多韩剧，欸，好吃吗？好寒呐，我的妈呀！很渴哎。这边有卖米汁吗？没有卖米汁哦。没有。棒，可以，超可以。但你叫我真的不能太吃，以后我买 RA 就是最好的，搞不好都是起飞前先走，哎，要不然还是要走。好热，大家才进来10秒，好热，超热，看得到吗？我们刚刚去的是这一个，然后现在要去这一个。Baby, it's always summertime. When I'm with you, that's not a lie. Maybe you could be my solace. Only my talk, a darker day. 내심장이막두근두근터질것같아又超多汗的，超热，来看一下他。你刚运动完吗？你好红哦！是啊，哎、欸，是因为我保护你，你才没有红。大家看我妈妈的辫子，超可爱的，很奇怪的组合。拜拜，拜拜。
Thank you.
家，今天是2022年12月2号，我超级久没有录影，也没有上传影片，太忙了。给你们看一下我 OOTD， 这个毛衣是 Petit Studio 的，然后里面这一件毛衣是 Amazes 的，它是 100% 的羊毛，肖家买来送我的。然后裤子这件是牡蛎的，这件应该买不到了，我来猜。如果还有的话，我会在 IG 的限时动态跟你们讲。然后这个毛毛是今年2月送小贾的情人节礼物，耳环呢是蜜三十的，这个戒指也是蜜三十。等一下，它跑掉了，我把它转回来哈。这样子，它是开口戒，对。然后这个旁边这是 Coco Crush， 我去年买的。我喜欢冬天的其中一点，就是因为我可以穿大衣，我有超级无敌多的大衣，耶！然后这是我今年第一次没有拍 Vlogmas， 我在芝加哥住了3年，我3年都有拍，对，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伤身的事情，因为我是真的每一天都熬夜，有时候熬夜到早上7、8点，我都还没有睡那一种，然后连续一个月这样子，就连续25天，然后搬回来加州，就这一年就觉得，不要再这样子对待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已经25岁了，胶原蛋白就要开始流失了，所以好好对一下自己，对，不然我觉得我的那个肝也承受不住了。如果没有日更过的人呢，可能就不会了解这个到底有多累，但是。真的，我跟你们讲，你们试试看，真的超级无敌爆炸累。尤其我前2年做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比较年轻嘛，我就完全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负担。但是我去年做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了，就是体力有点透支的感觉。我知道很多人都想看我日更 Vlogmas， 但今年就是先暂时不要这样子。对，加上我其实这个月份能剪片的时间也不多，所以我就不这样子逼自己了。明年如果我真的很闲的话，我可以再来考虑看看，但应该是不会啦。我应该就是那75集那3年的 Vlogmas， 你们就是这样子慢慢就是留着看，可以重播这样。OK， 我跟小贾现在要去 Target， 我们家还没有摆圣诞树，对，之后再来摆。What drink should you get? 栗子拿铁好喝哎，这一个蛮可以的，这个可以先放这。你看，点点呢？哦，我感觉这酸。哇，我要。哇。哎，你就是有那个重量的。对。哇。哇，你怎么看到？我都没看到。对啊。哇。我们要买在沙发上可以。盖的被子， Throw. 对呀、啊。哦，什么？这会干嘛？自己在世界杯足球吗？这个整个空了，给你们看哦，这边的姜饼屋超多。你们记不记得我2020年那时候要买姜饼屋，整个买不到，然后现在这么多，是整个背面也都是。对，但我今年不买了，我去年已经做过。Target 每次圣诞节真的是有个爆好逛的。They do have J, but it's in a different color. So we got this and this. Does that work? Yeah. Dude, I don't see YYL here anymore. 怎么可能呢？一定有的。你不是这样子看的，你是那时候是这样子看的。Yeah, first Y, second Y, and there's an L there. 哇，好可怕。Yeah. Mean to be. X-Men. 你是好问题啊你！啊，买这个，
我上胶没电了啦，给你们看，笑死。哎，这里面有谁？这里面是谁？这是在刚刚在 Target 买的毯子。喂，喂，喂！我要放上这个东西也太可爱了吧！你们看是不是超可爱？它的纽扣还有点像爱心的形状，第一个纽扣，好可爱哦！圣诞快乐！She's like, what the heck？ 对，你说这里面吗？这我们不会吃吗 ？Yeah。你们在看我们吗？没有啊。我们一人点了一碗意大利面，然后。这边还有这个，一起 share。我们太饿。主要是我们明天要先吃完，就是明天的 lunch。对啊。好烫。哎，你的高乐鬼。这怎么样？它这个很特别，就是因为它是那个 cone shape 啊。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跑步嘞。哇！但当然这个很甜，可是很好吃。嗯。对不对？多吃几口。最后一口，你干嘛？你有吃吗？你好 you weirdo， 你好 you weirdo。几月几号？
你忘记了哈？我没有忘记，你有忘记吗？忘记了。Of course I knew. Oh, seven.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一年，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饭。在吃饭之前，我们要先去 The Grove 那边，要因为我想要看那边的假雪。我从芝加哥回来，那边下雪超真雪超烦，就很脏。但是我搬回来加州，竟然想要再看雪，但是假雪，所以，然后我就很喜欢那种灯啊亮亮的那些有的没的，小仔他就不懂，但女生肯定都懂，所以我想说去那边拍拍照，然后拍完之后，因为他是七点跟八点各有一场，每一天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四还是二十五。我还特别卷了我的头发，一天是镜子太脏了，我特别卷头发哎、欸，为了这个结婚纪念日，而且这我们两个今天原本哎、欸，他没有忘，是我完全忘记今天是十二月七号，是有一个 follow 我很久的网友，他就私讯我祝我结婚周年快乐，他回我现实动态，可是那则现实动态是我在拍一点点，我一开始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要祝我结婚周年快乐，就是。那一则限动有什么关联？然后我才想到，天哪，今天几号？我就马上滑到主画面去看，天哪，十二月七号，没错，结婚周年快乐 ！Hello， 傻子，Sweet ball.他戴这个帽子长得很像那个英国那个什么那个 guard， 穿红色那个。他也是黑色的。Yeah. 很可爱，好不好 ？Sure, it is very cute, though. 妈的，我脸怎么跟月亮一样圆？Someone give me that filter, make my face look skinny. 很可爱，站远一点就好。拜拜。哇！很尴尬。你就是真的很怕尴尬哎。哇！这圣诞树超大的，这个很像是建圣诞老人的，很可爱，很像一个姜饼，它就是姜饼。哇！整间蛮小的，这边有那个鱿鱼游戏的那个，然后这边还有那个怪奇物语的，这里。哎，你的好多、哦。Back in Chicago 好吃吗？好吃吗？嗯。Not bad at all. Not gonna lie. 你怎么想那么久 ？I need to digest the flavors in my mouth. I can't just say yes to yes. Just say yes, you know. 真的很好吃。我上一次吃里面是香草的，这次里面放草莓的冰淇淋。大家，我们的圣诞树刚刚到。我说不用录这个吧，他说可是大家喜欢看 unboxing， 所以对我很乖，我就开始录了。That's not true。现在才这个是头。现在4:33，然后夕阳已经开始有了，就下山了。
lift it up. Use all your strength to lift it up. Actually, no, it's fine. It's good. 吓到我了！It's the most beautiful time of the year. Happy. 哇，我的二毛在那上面。耶！好帅哦！我觉得你的腿好像有点肿。冰冰。芝加哥的时候 ，Christmas tree 下面他们，对啊，他们喜欢待在下面。What is it, Miller Crepe? Right now? After. 你想吃哦 ？You wanna go? What? Sure. Ah, you got baited. That was a test. You got fucking baited. You think? 刚才弄很多。刚刚转的时候，那边也要。那里是你的 jurisdiction. This is my jurisdiction. What the heck? I'm here. 我要把这个弄得很好看，大家你看一下。我把裤子的真的是太好看了。Me, I did everything here. It's me. No, I don't accept it.小吃的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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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手臂，两手三杯吗？两手腹。One zero。两手腹。哇！剪刀石头布。Two one。两手腹。Two。Sudden death, sudden death。剪刀石头布。Dude, guys, did you see me reverse sweep? Reverse sweep! 零二变成三二。那你弄前面。太厉害了。Champion, I'm champion of the world. 忘记按下去，笑死了。Yoda. Where should we put Yoda, guys? 几岁 ？Yoda should be right about.那边已经挂了一只圣诞，那你把它挂上去。哦，大家看天花板。哇！哇！好赞！哇，你看得到吗？我们家圣诞树下面真的会生猫。爸爸，嗯，恰恰，握手，吃咖啡。大家分享一下，嗯，我应该已经喝低基精有一个月了，然后我最近在喝的是好汤慢慢的低基精，对，这个是红枣枸杞口味的。哦，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在弄的是这个，它热一下就可以，就可以喝了。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喝一包，就是原味的，原味的喝起来真的超级像鸡汤。你看，我现在直接在吞口水，因为这真的很好喝。然后这个红枣枸杞的呢，是就是你喝了会觉得很顺口，然后你可以喝到那个红枣跟枸杞的那个香味。
甜点每次都觉得很香。真的很好喝，然后冬天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喝一碗就觉得很幸福。我最近常常赶时间的时候都是在喝蓝瓶的这个咖啡粉，我已经喝，你看喝掉一半了。我就用他们卖的这个汤勺挖一勺，就差不多是4g。如果你们家里有这种磅秤的话，就是可以把杯子摆在上面，然后归零，然后摇进去，然后就是到4的时候停，然后再倒好你要的燕麦奶。对，然后我通常呢都是喝热的，我就是这个可以加热没有问题，就是微波，只要不要那个温差差距太大，不要这个是从什么冰箱拿出来的杯子然后再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这样子可能就会让这个玻璃没有那么耐受，可能会爆掉。但是我有问过他们，这个玻璃杯是可以放微波炉里面的。对，我平常都是会把它用热咖啡喝，但我今天我现在有点热，所以我还穿毛衣说我自己有点热，所以我就决定喝个冰的。我最近早上除了每天会喝低基金之外，我还会用温水喝，所以就是每天都会喝非常多杯的温水。然后我通常就是这样子一杯，我就拿去厕所跟着我一起化妆，边喝边化妆，还有咖啡。快开！你要开吗？哦，还是你要晚点来开？开。他听起来很。我听起来超早的。哇，圣诞哇，超美的一定。真的哎，我很喜欢他的 sticker。闻屁哦！闻像什么？有什么好闻的？哎，我亲手贴的，我亲手贴的。哎，可能是阿伯。还有卡片是不是？对啦。他超敷衍你，超敷衍的。这次说到是深蓝色的，没错。前两年是米色，对对，原色，对，这是很特别。这书套直接，人家已经抢先你了，超美，你们看，你看，很美耶。而且我看深蓝之前有发，对对对，你要这样动，它就会有不同的那个海浪的感觉，没错。超级美耶。而且这一次的皮是不是跟上次不一样？上次牛仔布，这次是皮的，都很漂亮。上次很漂亮，这次也很漂亮，很棒，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对，上次走一个比较复古感。那你今年会写几页？不要给我这么难的题目，你问他，搞不好人家真的会写啊、欸！超美，这次里面是深蓝的，就跟深蓝呼应那个书套的颜色。颜色都很高级。抱歉，再给这个台你的相机。来，我不知道，我刚刚你刚刚一直对那台相机讲话，那台相机是我的。赞，很赞。哇，谢谢，每年都有，一年比一年写的多两页。对对对对，我有，我今年有进步，我今年比那个前一年还要好，有今年比前一年还要好。好，要讲两遍是不是，对啊，要讲两遍。嗨，Hello 阿姨，Hello 叔叔，初次见面。叫一下，岳父岳母好。Friends are loyal, friends are kind。这是新的。我很会闻，很会闻。他要对答案了。My friends are here。I guess I'm the lucky guy。闻到那肉味，很特别的味道，它有点像坏掉的。Stick together up in the dark. 不要，你喝了吗？不要。我觉得没有人会喝。我觉得没有人会喝。我觉得没有人会喝。它是酸的，可是那个柠檬酸的，它真的很怪。不是，对。太扯了，他三个都认证了。对啊。我给你颁奖。太厉害了吧！而且他刚很委婉。对啊。
Sometimes friends can let you down. Sometimes they might not be around. But real friends are quick to forgive. But someday without realizing, you will say your last goodbye. Okay, bye. Okay, bye. 我们刚刚没有要跟我们穿，我们说就是因为你刚好有这样。Hello，Hello，哇，你这么舒服啊，你那么舒服是不是啊？嗯，你有那么舒服吗？没有哦，有吗？没有哦，有吗？ It would be a coming of age story. And a quarter of the way through, I met you when I meet you. And halfway in, I realized I didn't know the running time. Now here I am in 93. And my body flashback to my favorite scene. You know I can't eat. You know I can't eat. Remember the names and faces I loved, who always believed in who I'd become. The highs and the lows, the hellos and goodbyes that made up the scenes of this beautiful life. The lights will come on. Just let me sit through the end credits. I was always looking back, longing for the days of the past. Cause if this is all we'll ever get, all I can do is try not to forget. Existential crisis. I think I know the truth is how I remember just points me to forever.